行那行那，可以。你该不会离我很近吧？上北下南，左西右东，上北下南，左西右东。上北千江世纪城，钱江世纪城，我之前刚从钱江世纪城搬过来，但我不能告诉你在哪，我怕你哪天实在太喜欢我了，到我家门口楼下，然后站着说，燕我不能告诉你我在哪，我留一点神秘感。反正我就是在，你告诉我你在哪儿吧？你在咸阳市一城那边是不是啊？靠近那边呗。我猜猜，我看一眼。你离杭州南站近不近啊？国际中心。我靠！国际中心我知道，我肯定知道在哪儿啊。国际中心离我，来杭州的，那个家，就是我离我上上个家非常近。国际中心那有一个健身房，你知道吗？是想着房子搬到乡下，搬到乡下，为什么要搬到乡下呢？乡下该不会就是我这个地区吧？我们办了100张卡，好家伙！我之前在他那健身，就博地中心那个健身房，然后后面我搬家了，你办100张卡干啥呀？送你啊！后面我又那个啥，我又搬家了，然后我又去那个叫什么创世纪的那个健身房。有缘分啊！欢迎柠檬，欢迎山河哥，真的有缘分啊！哎呀吼！所以呢，你现在？你现在是不在博地中心那儿了是吧？你现在是在杭州南站这个附近，还是在哪儿？杭州南站也不算乡下吧？欢迎你的背包。告诉我，四川错。我是不是可以初中啊？
还想高，不理我。都弄人烂的了。现在头发多少钱就忘了，我也忘了多少钱了。3.55。哎，也不错。我好像得再把这个头发给卸掉了。那你那不咋剪？我好像得3000左右剪了。哎，周老师，一点不见了，看情况吧，不一定。肯定拆掉养一段时间啊。干啥去啦？这小嘴儿，真想亲一口。笑死我得了你！晕澡堂里啦，晕那个叫什么？晕浴室里啦。晚上没吃饭，不会还在减肥吧？倒也不必对自己这么狠，该犒劳自己的时候还是要犒劳一下的。所以你那个啥换黑夜，你现在离那里近吗？几公里啊？你告诉我几公里啊？你现在离国际中心大概几公里啊？8公里，8公里。我看啊，我可能会在，我应该是在你上面一点，我知道你在哪里了，大概。保持点神秘感，好好好。周在那哪儿呗？南站那一溜呗，南站前面一点呗。我算了一下，算了一下距离。我也知道你在哪了，我在哪？我在你上面一点，
家等我。看你表现吧，看我心情吧，看你表现，看我心情吧。主要是你知道啥吧？我怕你一见面完了，这个世界上怎么还有一个范冰冰？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位范冰冰吗？怎么还有一个范冰冰？怎么臭不要脸这个劲儿嘞？嗨，神仙！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迪丽热巴吗？怎么还有一个？一下子完了，沦陷了。对啊，臭不要脸！快点把我叫灯牌交了，神仙。他在干嘛？夫妇，你干嘛呢？夫妇啊，你能看见他吗？他在这里，他在干坏事。夫妇，过来，过来，嘿嘿嘿，下楼梯了，过来。哎呀，好吧，过来，过来。那我必不可能自己铲屎。我从养猫的第一天我就没铲过屎，不是我铲过，我铲过半个月，我受不了了，我找了阿姨。就是那个时候还出了，我为了养这个猫，你挺懂啊。我为了养这个猫，你知道吗？我2018年养的猫，2018年2月份养的猫，欢迎雪鹰。我五只，还有一只狗呢，加上狗是6只。我那个时候我那个小狗不是我那个，我知道啊，我那个小猫，我刚养的时候给就买了一个猫笼子。他就是前2个月的时候基本上就第一个月都在笼子里，然后我还就是没有，我还不怎么管他，你知道吗？我就那个时候我刚养，我也不会养，我就以为猫都是在笼子里面待着的，然后我就也不天天不给他放出来啊。他拉粑粑我也不给他放出来，就是拉粑粑可臭了，那猫老臭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天哪，简直就是炸弹，简直就是武器，生化武器。然后我的天哪，我每次我一铲屎我受不了，哎呀老臭了。然后我铲了差不多8个月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才找的阿姨。之前我都没有找过阿姨，就是没有说我自己住那个时候。